今集讀海浮沉講嘅 One More Spare Head VR BT， 其實咧佢仲有一個型號嘅，叫 E1020BT。佢有咩咁特別？因為我自己其實個電話插拉領頭嗰個耳機咧係用緊 One More， 我覺得 One More 啲嘢都正正常常嚇，之餘仲比我 expect 嘅好聲少少。咁今次呢個咧就係衝住電競而嚟嘅。咁佢有乜嘢係衝住電競而去做嘅呢？就係佢輕啦，係幾輕嘅。即係之前咧，而家有啲出咧呢度同埋呢兩嚿咧都幾重嘅。如果孭喺個頸嗰度耐咗都幾唔舒服。咁但係咧，呢、這個都真係叫幾輕。咁跟住第二咧就係、是、佢有呢個快叉嘅功能啦。係咪叫快叉功能咧？我驚大家誤會，唔應該叫快叉功能。佢係差好短嘅時間可以用好耐，佢聲稱你只要差十分鐘咧，已經可以用到三個鐘頭啦嚇。咁呢個對於真係用住呢個手機打機嘅朋友，又成日唔記得插電嘅朋友嚟講咧，呢個功能都幾 friendly， 塞落耳仔都幾舒服。我自己覺得呢啲經常用長時間戰鬥嘅嘢，最主要係舒服，但你都要試啦嚇，因為佢有啲唔同嘅耳棉，我自己戴係戴細 size 嘅。咁我自己就試過攞佢嚟打機啦，最近跟阿史大打呢個失落的龍伴，同埋都久唔久會食下雞咁樣嘅。咁食雞嘅時候，因為佢另外仲有一隻頭戴式大過啲嘅電競耳機咧，佢嗰只咧都有一個幾surround 嘅功能，即係一戴咗直頭好空曠嘅，覺得個地方係。咁呢只咧都有少少咁樣樣嘅效果，但係因為另外嗰隻頭戴式嗰隻咧係有 chips 咧去行嗰個模擬 7.1 嘅功效，咁呢個咧就冇嘅。我聽到邊度有槍聲咯？唔用你唔會拿住個手機會聽到邊度有人開槍啊嘛。但係用就真係可以分到嗰啲槍聲喺邊度嚟。咁如果你純粹係平時即係經常戴住啊打機啊長時間用啊，久唔久搭單聽下歌嚇，即係唔係主要係聽歌啊，主要係攞嚟打機嘅話咧，咁我覺得呢只咧，在物理的 spec 方面呢都挺不错的。第一次用这个耳筒打机就吃鸡、我信邪我不信 spec， 我信邪，好，我就用你吃鸡了以后。